卡车突然之间停下来，不知道干嘛，就是打了一下招呼而已。阿拉克斯拉。哦。带上。啊，好过死。Two. All of the press. When? America, India. America? China, can I know? No. No, understand. Yeah. Europa? Europa? Ah, see.И кушать. Сейчас. 我跟他说有了，他还给我拿水。热情大方，卡车司机。熟悉哦。车牌号是哈萨克斯坦的，好像是加油的。这么喜欢狼呢？还别说，挺缺水的，真的挺缺水。这又是逆风的，又太阳晒了，太阳刚刚收敛起来。我的天，这么多！不行。嗯。哟 ，no。哎，那边。嗯。哎，直接开上模式。А он туда? А. Много, да? Блин. Интернет нету, да? Спец. Переводчик. Чик? No. No, no, no. No, yeah, no internet. No internet. Yeah. Спецбол. Спасибо.Ахмед, спасибо. Yeah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就直接一声谢谢了。我们都想翻译。只能 spaceball 喽。这是我进入哈萨克斯坦第一个卡车司机，也是第一个司机，然后为我停留。拜拜！卷死一番尘尘土。我们刚才都想借着手机彼此沟通交流一下。这一路的司机真的是一直在按喇叭，一直在按喇叭。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？上一幕好像是在美洲穿越，然后在加拿大有一个司机停下来给我说：“这把刀是不是你的？然后要怎么怎么样？是不是先留着啊？渴了先喝了吧。”搞不动啊！手感，哎。
Spasibo， 谢谢。这没想到是冰爽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各位干杯，真的是，为哈萨克斯坦，中哈友谊万万岁！哦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这是果汁，果汁留着路上喝啊！啊，这是杏子，这是桃子吧？啊，那就这一袋。在路上吃过最幸福的桃子啊，最甜的桃子，杏子。哦，没谁啦。哇，在这哈萨克斯坦的荒野，太爽了！哎，走，继续前行，慢悠悠的，被风吹着。